咱们都知道禁卫巨人是所有世界中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巨人，那么如果有十个世界禁卫巨人走在一起，对沉睡的精英植物用三颗能量豆唤醒，大招加普攻的加成下，谁能够干掉这些巨人呢？一、火鸡投手。挑战失败，还是干掉蛮多只僵尸的。二、僵尸豆甲。数量不对等，完全打不过。三、火龙草。挑战失败。四、猕猴桃。挑战失败。五、机枪豌豆射手。挑战失败。六、爆炸草莓。挑战失败。七、爆炸桔梗。挑战失败。八、激光皇冠花。挑战失败。九、原始豌豆射手。挑战成功，难道这一次还是只有元神才能完成任务？十、飞镖杨记。挑战失败。十一、巨人三足。挑战成功，这伤害是真的高呀。十二、尖刺秋葵。挑战失败，虽然伤害打满了。十三、灌草击剑手。挑战失败，无论怎么走位。十四、冰龙草。挑战成功。十五、这师傅。挑战失败。最后能取胜的植物分别是元神、山竹、冰龙草，哪一株植物的生理是你没想到的呢？